好，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第二首歌，这首歌叫做《一定按压》哎，《一定按压》哎，在我们客语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夜已经很深了。那这首歌歌词很简单，一直在重复着说：“嘿，亲爱的你，昨天呢，你看起来，昨天你看起来还很青春，很有活力啊，亲爱的你，到了今天，你怎么看起来好像有点疲惫，失去了力气啊，亲爱的你，到了明天呢，你要去哪里？你会留下什么样的记忆？亲爱的你，夜已经很深了。明天会怎么样？我不知道。明天会怎么样？希望我们都会知道。就是这样的一首歌，然后献给今天在座各位，还有我们坐着的、踩着这片土地。希望夜再深也没关系，我们大家等天亮就一起努力，这样子。好。
梦也可以，亲爱的，已经暗夜的明天公里为娘的，谢谢。那我今天演出到这边，我会希望有一天，当这些年轻朋友出来做这些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们不需要再去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，而是我们要站出来说，我们为什么要站出来支持他们这么做？我觉得那是我们的责任。对，然后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越来越好，这样子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我们谢谢王伟杰啊，王伟杰先生带给我们啊他自己创作的音乐。我们下面要进行第二阶段的座谈会啊，那我们有请了四位啊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老师啊，从不同的角度啊要来开始一个对课纲的新的想象啊，希望这样的想象，它是多元的，是自主的，是由下而上的啊。我们今天早上也借着一个宣言啊，带出这样的一个想象啊。